你小子还吃啥呀？给你几分你也不住用它，一直吃不到。在哪里买的？闻着好香啊！那当然，这是我在绝味鸭脖买的绝坛龙虾尾。你看，每只虾尾的肉质 QQ 弹弹，而且用的秘制卤料腌制的，闻起来香，吃起来更香。来，我给你表演一秒脱虾绝活。赶紧的，别墨迹了，到你了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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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